接电话呀，廖主任，放着好好家不住，干嘛住这儿？廖主任，你来这儿干什么呀？我能干什么？你不是看见了吗？我在到处找你。找我？你找我有事儿吗？ 刘东啊，我们是同事，也是朋友，我们毕竟曾经一起为南华出过力、流过汗，对吧？是啊。虽然说你现在离开了南华，但有些事儿，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有损于南华的事情不要做，不利于南华的话不要说。 再有，关于 HRD 项目，廖主任，你放心吧，也请你转告给郭总，关于 HRD 项目的一切，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刘东啊，你用不着这么紧张，你是个聪明人，有些话，我想不用说的太白。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好像看见了李小军。你跟他是不是？放心，我什么都没说。这样最好。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跟我们说。郭总交代过了，他是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南华做过贡献的人，不管这个人在。 还是不在，保重吧。对于邢伟来说，这份假标书没有任何意义，但只要是对郭林不利，他什么都愿意做。 他和郭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干嘛？你干嘛？
味道不错，比你姐做的好吃多了。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小云也没有消息，我真的很担心他们。真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我都不认识他了。你说，他不会真的误会你和我？不会的。你姐啊，就那脾气，也许过两天，她消了气儿，自然她就回来了。行了，别多想了，吃饭吧，啊。喂，是。这样吧，明天中午我请孙教授还有所有的科研人员一块吃饭。经常的来参观指导，行行，有机会我们还要多多合作呢。行，希望你竞标成功。好好好，谢谢谢谢，刘部，再见啊。啊，郭总，不送了不送了啊，再见。哎，郭总，这么巧啊，你这么低调一个人，怎么也跑到这种地方来了？嗨，再低调也不能怠慢了朋友嘛。怎么样？我正在研制一种新药，而且正在准备 HRD 项目的招标。哦，那李总是够忙的。郭总也挺忙啊，这么简单的外联接待工作要郭总亲自出面。哎，我给你推荐一个更好的外联部主任怎么样？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打电话。好，谢谢。时刻关注柳东。小军，我越想越不对劲，这都多少天了，我姐她手机怎么还是关机啊？他是不是出国了？要不你给南华制药打个电话。喂，啊，请问是南华制药吗？我想找一下外联部的柳东。喂，娜娜，是我，柳夏。哎，我姐在你家吗？没有啊，她一直都没找过我呀，什么事儿？哦，没事儿了，我改天再打给你吧啊。怎么办啊？她哪儿都不在。喂，是柳东的妹妹柳夏吗？对，我是。我们接到报案，在大峪口发生一场车祸，根据车牌号，车主是柳东。你过来认一下好吗？你说什么？现在上面还扫这些文件，还是这个，这还是这个刘庆。
当时是两点还是三点，我也记不起来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这车从山上就掉了。哎，刘队，以后别叫我刘队了，我现在在精神科工作。嗨，叫习惯了嘛。哦，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保险公司贾小南。哦，柳东的车在我们公司上了保险，我们也接到交警队的通知。啊，刘队，这是交警大队十一中队的同志。哦，你好，精神科刘建平。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柳东的车从山崖坠下，引起了油箱爆炸，车体已经是严重损坏，人呢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据报案人讲，在柳东的车坠崖的时候，现场还有一辆另外的皮卡，车主还主动下车向山崖看了看，但等报案的车来到现场的时候，皮卡车迅速离开。为此我们向蓝海市局做了报告。他们分析啊，这次车祸不仅仅只是意外，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喂，那报案人在哪儿？哦，在那边。对对，你好。你就是报案人啊？对。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我叫马二贵，贸易行司机。哦，说说当时情况吧。这当时我看一辆这个黑色的皇冠，开得特快，从外道就把我给超了，当时吓得浑身冷汗，我还给了他脚刹车，还骂他句：“你开这么快，找死呀你！”这我后来我开着开着吧，就听见前面轰隆轰隆的响声，好像是翻车的声音。等我把车开到的时候，就看一辆白色的皮卡，它停在悬崖边上。就在这个时候，山底下轰的一声响，好像是车爆炸了。完了后，我就从车上下来，下来之后就跟那个皮卡车司机好像看见我，他迅速钻到车里，把车就开走了。最后我就打了112。这位置大概是大一口西，有20公里，102国道。那你记不记得那辆皮卡车的车号？那时候还谁记这呀？你们是？啊，警察同志，这是柳东的妹妹柳夏，我们接到电话，马上就赶过来了。啊，让他们进去吧。哦。啊，这是柳东的妹妹柳夏。哦，这是从死者脖子上取下来的项链，你看看是不是柳东的？夏。李总，你怎么来了？柳东是我的朋友。哦。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死者就是柳东，这是在他口腔内发现的一枚牙齿，估计是当时车坠入山崖时被击撞而脱落的。我会做进一步的检测，来确认死者的身份。你觉得这起事故是人为还是意外？从现场来看是一起交通事故，交警检查过他的车，刹车系统没问题啊。那难道说他会自己直接往悬崖下开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从保险公司来讲，只要能排除他是自杀，我们就得给他的受益人赔付一笔车险。那能有多少钱？他的车也不是什么好车，车险倒没多少。怎么样？哎，这里不许抽烟。这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牙齿，和柳东前不久去医院捐献的骨髓的 DNA 做了检测，结果一致。哦，就这些啊？那你还要什么？哎，那你帮我分析分析柳东的这颗牙齿。我只管检验，不管案情分析。
你们请坐吧。哦，请坐。刘夏，你们家里边就你跟你姐姐两个人啊？是啊，我跟我姐姐相依为命。那你姐那么大，怎么还没结婚？哎，刘夏，你最后一次见到柳东是什么时候？4天前，在家里。大概是几点钟啊？6点多钟左右。他说，他想出去散散心。那你认为你姐姐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我姐姐生性开朗乐观，她是绝对不可能自杀的。至于说他杀，我就不敢说了。哎，这是谁？哦，她是我们家小保姆小云。那他人呢？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家做了。你最后一次见到柳东是在什么时候？4天前吧。大概几点钟？下午6点多钟。在哪儿？就在他家呀。他当时是什么情况？感觉那种疑神疑鬼的。他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刘队，你问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吗？怎么，你觉得另有隐情？李总，我们也就是例行公事。那么也就是说，你们是在柳东家分手的？是。你没有去送送他？没有，公司有事儿，我7点半就回到公司了。那么也就是说，柳东走了之后，你一直在陪着柳夏。刘队，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我7点半就回到公司了。你是不是在怀疑我呀？哈哈，李总，你别介意，我呢也就是随便问问。马二贵吗？什么事儿？刘队，我想起来了，那皮夹子上面写着南华制药。哦，好，谢谢啊。夏，你不用太伤心。你姐遇到这件事情，我也很难过。我怎么能不伤心呢？从小我跟我姐相依为命，现在我姐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以后该怎么办？刘夏，放心吧，还有我呢。我们南华制药就这么一辆皮卡，司机说他昨天就没出车。小周，哎，您是周师傅是吧？啊，是我。昨天下午柳东出车祸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昨天我跟我们家邻居王大庆一块在我们家属院门口的桂花酒楼喝酒呢。王大庆，那他人呢？啊，大庆。哎。哦，您是王师傅是吧？嗯。昨天下午3点钟您在什么地方？昨天我同小周在家属院门口的桂花酒家喝酒呢。你说我姐她怎么会死呢？她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刘夏，你姐生前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我姐
什么？郭林把你给炒了？郭林肯定不会放过我的。郭林是什么人？连李小军的爸爸都不敢轻易得罪的人，杀人不见血。郭林，肯定是他。我姐跟我说过，他有一个阴谋，谁知道了，就一定会有杀身之祸。阴谋？有可能。一定是他，肯定是他。喂，彪子，你多叫几个人到南华制药厂的门口等着，我马上就到。我也去。走吧。站住，你们干什么？去赶紧把厂长叫出来。有什么事儿说吧。跟你说不着，赶快去叫去。怎么回事啊？主任，他们几个捣乱。怎么了，王彪？什么事儿啊？赶快叫郭林出来。堂堂的一个南华厂厂长，竟然对一个女人下毒手。你胡说什么呢？你敢说柳东不是你们开除的？是啊，怎么了？那你干嘛还杀了他？王彪，我可提醒你，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的，这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有证据吗？还装什么装？你们不就是害怕柳东把你们那点秘密抖出来吗？我实话告诉你，柳东把什么都跟我们老板说了，你们的阴谋不可能得逞。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王彪，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到这儿来了？李总，您不是打电话？打什么呀？廖主任，我的手下呀，也是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说是你们郭总害了柳东。小军，这事儿就是和郭林有关系，我姐就是郭林害死的。姐走之前都跟我说得非常清楚，如果她出什么事儿，一定就是郭林害的。你们为什么要害我姐？为什么？刘小姐，你能不能先别这么冲动？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开除你姐姐。你姐姐曾经是我们厂外联部主任，可就在她在职期间，她充当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商业间谍的角色。在 HRD 项目竞标的关键时刻，她有出卖我们公司核心情报的行为。你这是栽赃陷害，含血喷人！什么含血喷人？你姐姐在我杯子里面放了药，趁我熟睡的时候偷偷进入我们总经理办公室，企图窃走我们南华厂的机密，这可是事实。你们是胡说，这绝对不可能。怎么回事？刘队，我刚才已经给廖主任解释过了，我的手下也是听到了一点消息，说柳东的死跟郭总有关。廖军，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任何一个跟柳东有接触的人都有犯罪嫌疑，你今天的行为属于聚众闹事儿，如果再胡闹下去的话，我完全可以依法把你们拘留。好，我们马上就走。小军，我们廖主任打搅了。刘队，找我们郭总。郭总，我还是想跟你再聊一聊柳东的事儿。好，柳东是东森的商业间谍，我知道以后把他开除了。柳东被你开除的时候，我也在现场，但是他眼里边充满了恐惧。难道他就是害怕被你开除吗？我不清楚你现在在想什么。郭总，小周是你们厂的司机吧？对。有证人证明在案发现场看着了小周的车，也就是你们南华的皮卡。这个我没办法解释，如果这种小事儿我都要一一过问的话，那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竞争 HRD 项目。从这一点来看呢，你们南华制药厂的车队管理很松散，再一点，小周很值得人怀疑。不过他要如果是杀害柳东的凶手的话，
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你可以去调查吗？有必要的话，先逮捕小周，审问他。郭林是一个玩黄蓉道游戏的高手，他经常把自己置身于棋盘中曹操的位置，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内外交困，他必须突出重围。在 HRD 项目竞争处于白热化阶段，刘东的辞职和意外身亡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对 HRD 项目意味着什么？他有些茫然。你以前知道你姐姐买过保险吗？要是保险公司和公安局知道你姐姐不是自杀的，会赔付你一大笔的保险金。那些保险金，柳夏，人死不能复生，我相信你姐姐也不愿看到你现在这个状态。自杀的。是啊，可是我们现在找不到郭林杀害你姐姐的证据。小娟，到我书房来一下。爸，小娟呐，现在是竞争 HRD 项目的关键时刻，牵一发就会动全身，你怎么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忘记自己身份了啊？堂堂东森制药厂的厂长，居然带着人到竞争对手的厂里去闹事，这件事不光对你们东森制药，就是对我这个发改委主任来讲，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市委的领导本身就对这个项目非常敏感，在这种时候，你能不能少给我惹点事？爸，有些事情你不太明白。好了好了，不说了。那个女孩是谁？柳夏，柳东的妹妹。我说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过去你跟柳东在一起，现在又跟他的妹妹在一起，那柳东怎么办？柳东已经死了。柳东死了？哎，爸，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小娟呐，东森制药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相当不容易的。你别再为这些事儿而自毁了前程。你看看人家郭林，老婆跳楼自杀，办公室被炸，可是人家一直挺着，而且把南华制药搞得风风火火。在 HRD 这个上面，市委和市政府的干部们把同情分都打给了郭林。爸，以前您是 HRD 项目的协调人，本来是对我有利的，怎么现在让他占了便宜呢？他们的转制报告市里头已经批了。郭林这个人呐，确实是不简单，得失直然，是非风言，历尽神疲无处觅，但闻风树晚蝉吟呐。爸，现在都啥时候了，您别再知乎者也行吗？您就给我指指路吧。哟，这不是桂花酒楼老板娘胡嫂吗？上这干啥来了？你们厂王大庆和小周呢？哟，胡嫂，嗨，我俩不就欠一顿酒钱吗？欠就欠着呗，你至于跑到单位来给我要钱？你俩啥时候去我那喝过酒呀？我都关门半个月了。我俩这两天关系。你们俩跟我走一趟。你们俩谁先说？说啥？说啥？就说说前天你们俩一起喝酒的事儿。前天我没喝酒，我在家里待着看电视呢。你不是告诉我你们俩在一块喝酒吗？我想小周也没干啥，他说有警察调查的话，就说前天下午三点我俩在一块喝酒呢。我说你说改天请我喝一顿呢吗？哎，说正事儿。是正事儿吗？不就点点小事儿吗？还劳您大驾把我们请到这儿来。你以为我在这儿跟你们开玩笑呢？啊，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拘你们，知道吗？小周，说说你怎么害刘东啊？我没害。你没害？那你为什么撒谎？刘东出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在现场？我在。你干什么去了？我就是看他掉下去的，我才把车停下的呀。那你为什么不关？那是个星期天，我带着女朋友到山上去玩。哎，不对，昨晚上他妈水喝多了，膀胱疼。你恶心不恶心啊你？你等会儿到前面僻静点儿，就把它停车。咱最后去看看，说不定不是他了。你在这等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她叫吴小丽，也是南华制药的。我就是怕单位知道我星期天开着公车出去玩，又带着情人，还怕我老婆知道，所以我就同王大庆撒了个谎。可我真没想到这事闹这么大。你给你女朋友打个电话，让她过来一趟。别打行吗？废什么话，快打。来了。您好，您是刘夏小姐吗？啊，我是，请问你是？啊，我是办案公司理赔科的，我们电话联系过的。啊，请进，请进。啊，您呢是柳登人身保险的唯一继承人。那么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另外呢给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手续。哦，你们公司想的还挺周到的，坐吧。好。来喝水。谢谢。嗯，让我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好吗？啊，好的，我早就准备好了。那啊，这儿呢有一些相关资料，您看一下。哎，好。哎，你怎么总看我呀？啊，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啊？那天下午两点，你在干什么？我跟小周在一起。那天是星期天，我们俩上山去玩，后来就看到刘主任的车翻下山去。我们俩也不敢报警，害怕公安局来调查我们，扯出我和小周的情人关系。刘丽萍，你的眼睛不要老盯着南华好不好？贾局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把我调到经侦科干，你以为我愿意将一起交通事故提过来提过去的？这牵扯到南华厂好多问题，你知道吗？郭林他……反正我告诉你，把你的工作做好，手不要伸得太长。不是我，警官，我们还有事吗？我现在在经侦科正在办理一个案子，一起交通事故，你听了以后肯定又笑话我了。到底是我琢磨的不对呢，还是这个案子确实另有隐情？刘夏，你知道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吗？谁呀？小鱼，小鱼，小夏，小鱼，这些天你都跑哪儿去了？我可想你了。小夏，我也想你。你瘦了，瘦多了。哎，小鱼，你刚刚叫我什么？小
阿姨，没事儿，你以后就喊我小夏好了，我们都是好姐妹。你们俩别老站着了，坐着说吧。对呀、啊，坐着说，看我光顾着高兴了。谢谢你，小军哥，能把小云带来。小云，能见到你实在太高兴了。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其实这些天我一直在蓝海，可是始终没有找到工作。后来碰到了李总，才知道大阿姨出车祸了，我就想来看看你。刘夏呀，小云也是一番好心，我觉得你一个人也挺寂寞的，需要一个人陪陪，所以我就把小云给带回来了。这样吧，工资啊我来出，你看呢？不用，我有钱。小云，你愿意吗？你看，我把东西都带来了。